其余是指变通啊，这其他世间啊，最有智慧的人，最聪明的人，最有辩才的人。下面举几个例子：通儒、禅客、儒家了。通达经论，诸子百家，叫通儒啊！啊，我们一般人称大儒啊！啊，禅客啊，禅宗里面祖师大德们。近思度量啊，愈推愈远啊，他们要来思维研究讨论啊，净宗法门这些典籍，啊，你越研究对这个法门的深妙啊，反而远离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法门是不思议法门，绝对不是思想啊，这个思考研究你能够明了的，绝对不是言语讨论啊，你能够讲得明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佛的境界啊，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